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生活中随处都是我的舞台，我的麦克风由我决定，我要让全世界听见我的声音。 Never give up， 超世界偶像传奇，我爱男子汉即将强势登陆超级电视台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说怕生食的时候，你肠胃不好，哦，可能会拉肚子或干嘛。因为拉肚子并不是它有寄生虫，生蚝里面有一个菌，它是有点像 virus， 就是病菌。那个东西只要你正常人，是你抵抗力什么东西都是够的情况下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但是你一旦你的抵抗力那天虚弱，你吃的它，你有可能会因为太寒凉就拉肚子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如果说你的肠胃不是很好，你身体属于比较疲惫的状态，或是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很容易拉肚子的人，你最好是选择熟食。我懂，因为有些人吃了生蚝之后马上拉肚子，大家就说哦不新鲜，对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其实是个人体质。对，我们刚刚在讲说挑新鲜不新鲜，其实有一个最精准的方式，哦，我们刚刚讲说看卖相啦，对不对？看它上面的备注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哦都不够煮，看不出来。最主要你塞到嘴巴里面去，它臭掉你就吐出来了。问题是我不可能教你吃吃看把它吐出来，对啊，直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但是如果有人吃进去明明很那个，他也觉得这一个比较腥，那种人的话就有问题了。没有，应该怎么讲？潘老师，你来说，是不是有点腥啊？算了，所以你是吃重味。我觉得两个啦，一个就是去选择吃生蚝的时候。不要吃一些味道太重的烹调方式，会盖住，因为你吃不出它的新鲜度。对，这是一个。OK， 对不对？再来就是麻烦，每次你吃到东西，只要你觉得不是很正常的味道，或者你觉得有一点的怀疑，哎，怎么有点腥啊？第一时间先吐出来，不要想说啊，算了，蹦下去那就不好了。OK， 连想都不要想，连想马上就是哎，怎么有点腥啊，就吐出来，对，那就一定是。不新鲜，先不管说它到底新鲜与不新鲜，可是那个东西不是正常你的你认同的味道，因为像我们出外景出太多次了，有一些东西你塞到嘴巴里面去，你一觉得不对，先吐出来。我有几次我是一个螺啊，一吃进去，哎，怎么这螺味道稍微腥一点，懒得吐出来，就吞下去，哇，肠胃炎3-4天，发高烧这样，那你宁可吐掉。那如果像我们桌上放的这个鹅啊的话，那它的这个新鲜度怎么看？其实你来看哦，它必须要是它的鹅啊的身体是饱满的，对，这是一个是饱满，它其实也是有备注，哦。夹一个，你拍不到，夹一个。好，我们来夹一个看看哈。好，我们来挑一个，我觉得漂亮一点啊，这个漂亮了。好，你可以看，它是饱满的。哦，对，备注的地方，来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这是备注，是半透明状，半透明。然后这边是很饱满的状态，凸出来的。对，好，如果是像这样子就没有问题。OK。而且是要每一颗哦，我们现在拿一颗起来，要完了，我们走啊，今天根本都来不及看到，对，来不及看到，这个就更大，这个就更大，这个更大，它的备注好大，它的备注这么明显，呈现半透明灰色，这就很透明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这个是饱满的，不要这个破掉了，然后再来闻味道，好，你可以闻一下，这是有没有腥味？有，这是一个很。清新大海的味道，我要感觉一下清新大海的味道，海味，闻就知道。哇，是清新大海的海味耶！拍美食吗？哎，真的好，真的是新鲜味道。对呀，这就是你海洋的味道，海边有没有？海东，很台东哦，哦，台东啊，花莲的味道。对呀，有回到家乡的感觉。应该是东石那边的嘛，怎么讲台东去了？就是东石的牡蛎。来，我们现在再聊一个。什么人不能吃牡蛎？有哪些人不能吃？哦，虽然它是护肝，但是肝脏有疾病的人要少吃，应该说不能吃吧？不是，肝脏末期，肝硬化啦，肝癌啊，它已经没有办法代谢这些蛋白质，功能对，没有功能，它吃进去反而对它有伤害。但这是非常末期，就是很特别的，一般。
肝脏初期甚至都要吃这种高蛋白的优质，它才会修复它的肝脏。对，这是有一个有一点像两极化的，有一点点病的时候要吃，然后呢非常严重的时候反而变成不能吃。蛮特别的，对，非常特别的，对，然后再肾脏疾病啊，你啦，你不能啊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肾衰竭啦，没啦，刚刚说你肾衰，他是说那个铁太多会伤害到他，现在没到那个情况，没啦，我还年轻啦，好可怕，不要怕，甲状腺亢进患者。这个为什么不能吃？很多女生会有甲亢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含碘。哦，碘。对，因为一般海产类食物的话，它的碘都不少，所以甲状腺亢进的人，他对碘的摄食要控制。那是不是也可以讲，尽量海鲜少吃哦？对，海鲜类含碘的都要少吃的，因为它本来就很亢进。扇贝啊，那种壳类的，还有海带类，都要很小心。对，反正就是只要含碘很高的，都要特别小心。也就是说，它甲状腺亢进的人，搞不好他的那个碘的摄取量都要精算过。对啊，好辛苦。那尿酸过高是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这个没有，我们这种牡蛎里面有很多的尿酸，对，它是就是普林类的东西，普林，所以它是有普林，对，有一些高蛋白，但没有胆固醇，但没有胆固醇的，就是含普林，对对对，有一些普林，对。哦，那尿酸过高是要高到什么程度不能吃？一般男生痛风就不能吃啊，顺哥不能吃。对了，你在急性跟他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急性发作期的时候，当然就尽量先不要吃了。那非急性发作期的时候，如果控制得好，吃一点的我们也不反对了，因为我们实在有健康，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了。对了，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什么都可以吃，但是都是要适量啦，就不能够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吃那么多了啦。我身体好啊，可以多吃。好啊。哦，反正只要把身体顾好，对，不要说那个能力，什么能力都好，对不对？视力也好，对不对？肌耐力也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腰力也好，精气神十足，对。哦，保持健康，没有让大家吃点东西说不过去，真的啦，饿了啦，开始要健康上菜了。今天有煮这个，我们先简单一点，我们来煮个这个鹅啊豆皮试试看，很特别哦，鹅啊豆皮，哦。豆皮鹅啊，这对对对，或是你要讲好听，你可以讲这个豆皮牡蛎。哦，豆皮牡蛎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之前的这个准备哈，我们先把豆皮的部分先拿来切好。对，豆皮看起来就好好吃。对啊，它你可以用豆皮，你也可以用豆腐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都可以。对，都可以。那我个人因为喜欢吃豆皮，豆皮比较口感。厨师有个好处是喜欢吃什么就可以改。再来就是清洗牡蛎哈，这个牡蛎买回来是这个样子。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如果让它消毒，怕它里面有一些菌的话，把一大碗的白萝卜泥放进来一起洗，是更干净。哦，那而且还可以去腥。对，那萝卜泥是会有杀菌的效果。是。我们一般在吃生鱼片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认为说啊，哇，沙比多吃一点会杀菌，其实不对，真的杀菌是白萝卜的。对。哦。就垫在下面的。我们都沾很多那个瓦沙比，对，萝卜丝都没吃。对。尽量少沾瓦沙比啦，因为瓦沙比沾多了，你到时候吃的时候，你那个新鲜的原汁原味吃不到。真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洗，一定要把它平均都要把它剥开。哦。那你不要去捏哦，捏了就破了。破了。所以买回来之后，反正就用白萝卜泥跟水这样和在一起，对对对对，去一个腥味。对对，去一个腥味就可以了。那你拿起来的时候，你不要这样拿起来，因为它其实很多杂质在这边，你是开着这样把它拿起来，轻轻的，对，不然连那个杂质都又捞起来了。对，那稍微要非常非常温柔，像抱小孩子一样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耶！不过在这里面那个铜鳌跟那个豆皮我都很想吃，我好感动，我好幸福哦，我好好命哦。这个菜有没有？好吃哦，每一颗蚵仔的处理都可以吃到那个饱满的感觉，不会变小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啦？我要哭了啦！让所有人赞叹声不断的豆皮牡蛎，简单好上手又美味，错过保证可惜。